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龄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2018年5月内容营销怎么做，试试这五个切入点。二，这无疑是五月份最适合营销的节日了。事实上，据美国零售联合会 National Retail Federation 估计，2017年美国民众在母亲节期间的花费高达230亿美元。你可以考虑推出一个母亲节礼品指南，其中既要展示你的产品，也要展示你产品的优势，好让顾客相信买了它就能给母亲带来快乐。